息，我们等你。爱情高中取，为爱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我是相亲特派员林欢。大家呢可以在每天晚上节目播出的7:30到8:30之间拨打电话88058805来参与有奖竞猜环节。您可以猜一猜当期的男女嘉宾是否能够牵手成功，如果说您答对了，将有很大的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本节目由 OTC 国药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肠菌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疼，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重庆的火车北站来接今天的男嘉宾。我的男嘉宾可是非常有诚意啊，今天呢是专程坐着动车从成都来到重庆来接我们的女嘉宾。那究竟本期男嘉宾是谁，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本期将有男嘉宾刘伟，34岁，身高1.75米，建筑管理员，月收入12000左右，主城有房有车，离异，7岁儿子归自己。大家好，我叫刘伟，今年34岁，工作的话是建筑管理，月收入大概在12000左右。我老家是重庆垫江，目前在重庆已经自购房，也有一个代步车。我的性格还是比较随和吧，遇事情的话不太慌，比较从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做之前，我可能会想一些就是不好之处哈，当出现不好之处，然后咋个应对这个事情。对工作的话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咋说呢，我们是属于干那种技术嘛。对家人方面的话是比较重感情、重责任、互相尊重以及互相包容。我的业余爱好还是有比较简单啊，在下班的时候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看一些书籍，会让自己静下来吧。其次呢，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可能喝茶呀，就是谈一些别的啥事情啦，还就是然后偶尔会跑步啊，运动一下。我现在是处于离异，原因是因为这个性格不合嘛，可能是因为在思考问题上面出现一些分歧吧。娃娃现在跟着我嘛然后现在7岁，在上小学1年级，是我父母帮我带，择偶要求其实不太可以啊。我觉得让对方就是善解人意嘛，就善解人意大度，双方在一起然后互相尊重以及互相包容。首先他自己要有份工作，他有他的这个交际圈。男嘉宾择偶要求：善解人意、大度、互相尊重包容、有工作。针对男嘉宾的这些要求，咱们编导最终会为他匹配到一位怎样的女嘉宾呢？本期将有女嘉宾李建秋，30岁，重庆永川人，身高1.7米，服装店销售员，月收入4000多元，未婚。大家好，我叫李建秋，是本期的女嘉宾，我今年30岁，然后从事的是服装行业，现目前在我的老家永川工作，月收入可能在4000多到5000的样子。我身高的话差不多是有1.7米，我的性格的话是比较乐观开朗的，跟朋友经常出去玩啊，去旅游景点打卡呀，然后他们有事情的话也喜欢就是找我聊天，以及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会跟我讲。因为我从小的话就是跟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呢相当于说就是留守儿童，我选择在老家工作的原因也是在这儿，就是希望能照顾到他们，因为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嘛，我也希望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希望他们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我的兴趣爱好的话比较喜欢运动一点，我觉得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然后呢运动呢使我们就是皮肤可以变得更好呀，然后身材管理得更好呀。我的一个择偶标准，因为我年龄现在有一点偏大，然后呢对对方的话年龄可以稍微比我大一点，有孩子没有孩子都是可以的，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养家糊口，还有就是有房有车。他的性格要温和一点，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我平时会照顾他们，我也希望男嘉宾和我一起去照顾他们。女嘉宾择偶要求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性格温和孝顺。
其实女嘉宾在不久前已经来凡人有喜相过亲，两人刚开始相处也还融洽，可由于女嘉宾近两年内都要留在永川照顾年迈的奶奶，男嘉宾担心两人的感情会因此疏远，最终没能牵手成功。而这一次男嘉宾和女嘉宾的匹配指数达到了80%，他们今天的约会又能一帆风顺吗？刚男嘉宾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我们看看。哎，白色衣服那个应该就是男嘉宾吧，刘伟是不是？哎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辛苦，来来，我往前面走两步，给人感觉还是那种很阳光，那种阳光高大的一个帅小伙的样子。今天是有特意打扮一番吗？因为我看整个穿的还是挺清爽的。我觉得得体一点啊，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现在什么样的心情？首先可能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其次的话，如果说用一个成语形容的话，应该是喜出望外吧。你看了照片没？女生的照片。有看过。啊，感觉如何？挺好的。挺好的。啊，挺好的。那现在还是很期待能够见到她，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我看了你的资料哈，我是了解到过去呢，你是有一段婚姻，对吧？现在虽然是离异了嘛，孩子也是跟着自己。其实归根结底哈，可能就简单几个字，性格不合。但是肯定是基于某件事情，对吧？对对。就说一个很小的事情，就说这个垃圾的事情哈，就是说你然后吃完东西是不是应该顺手放进垃圾桶里面，或者然后你就放在兜兜里面，然后完了之后你可以把纸筒甩掉。但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没太注意或者什么的，然后就随意就闹下了。你做这个事情我不太理解，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会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理解，对不对？反正就是说一种这种细微的问题积累在身上，然后可能一天，然后哪天不高兴，然后就爆发了。爆发了是吧？对。那你看过去经历过一段这样的婚姻，如果现在再找了，对于你的择偶要求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对，针对于我曾经的婚姻我还是表示遗憾吧。然后的话有个曾经的一种过往，然后现在目前哈，对于下段的婚史的话，我觉得哈，首先就是说大家摆正态度，就是过日子的态度，对吧？小事情我们就不要一直提，小事情咋说呢？就说你能处理就处理，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大家互相彼此尊重嘛，那么大事情我们一起商量。当我们出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哈考虑到大局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情，比较淑女型的嘛，就是说我的性格上面淑女型的，就是比较理解嘛，就是说你应该作为女人该有的，就是说一种我老公在外面比如说辛苦了怎么应该该理解，或者有难处什么情况下换位思考一下。那对于一个外在形象这些呢，每个人都有一颗爱美的心哈，现在女嘉宾都挺漂亮的，都挺漂亮的，然后没有太刻意的要求。行，那个介绍你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大致也了解了。我们的女嘉宾呢，其实已经来到现场了，也等了好一会儿了。要不然我们先去跟她见面，好不好？那个稍等一下，因为今天过来有点匆忙，也没有为女嘉宾这边带什么礼物。我先去买几瓶水吧。可以，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会准备得更加的好一些。好不好？那你先去买水，然后呢，我们也把女嘉宾带过来。好，好吧，走。看来男嘉宾还是一个细心的男人呐。我想买啥子哦？一般，我也不知道买啥子。想给我买水还是买零食的？今天我跟那个女嘉宾见面，给点建议，买点啥东西合适呢？买一个水，然后买一点零食吧。一件都可以嘛，都正常这种苏打水嘛。几瓶呢？拿六瓶。收钱包到账37元，从琉璃厂。好好好，谢谢。而就在男嘉宾买饮料的时候，咱们的女嘉宾也已经到了重庆北站等候。水已经买好了是吧？对对对。买了这么多瓶啊！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绿色大衣的女生？看见了。这就是女嘉宾。我都觉得你好冷静啊，整个人就看见了。第一印象怎么样？可以啊。你冷静的让我简直接不上你的话。我是你平时性格就是这样吗？是一个比较稳的一个人吗？对，也感受不到你的一个情绪上面的起伏。先说下身高感觉怎么样？身高1.6米吧，差不多。肯定有。身材呢？挺苗条的。对对。穿着打扮呢？小清新吧，还是穿着哈搭配的话，现在目前
还是会比较时尚的。嗯，哎，就远远看，觉得第一印象能打多少分？95分。95分，那相当高啊。那这样吧，你看女生也等了好一会儿了，估计呢也看到我们俩站在这个地方了。那你能不能自己主动走上去打个招呼？啊，做个自我介绍，可以可以。但是我真的要提醒一下你啊，你现在跟我聊天这个状态，如果你拿这个状态去跟女生聊天，真的会让女生感觉不到你对她的这种满意度。你相信我，女生都喜欢听对方表扬自己的话。是的，是的。好，去吧。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可男嘉宾内敛的性格会让他们的第一面陷入冷场的境地吗？哎，你好，女嘉宾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叫刘伟啊。今天可能走的人匆忙，没带什么礼物，我想给你买两瓶水哈。你口渴了吗？谢谢，挺周到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嘛？我重庆这边的，然后完之后，我现在这次项目在这个成都这边。因为我做工程嘛，做工程人管理这个板块，然后今天是从成都这边过来嘛。但是家是重庆的。然后也在重庆这边，就娃娃他们在从那边定居嘛。我是重庆的本地人，但是我是重庆永川的，我在主城。我今天也是特意过来，因为听说你也是在永川那边过来的哈。从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可看出来，他其实，挺大方哈，在处理问题上面呢，我觉得还是很满意。你还是挺有心的嘛，从成都那么远然后过来的话。是，因为我也是，然后接到电话，然后，就说对方女嘉宾，确实比较满意哈，然后大家肯定相互珍惜哈，一起争取下那个。这印象挺好的，挺内敛的是。我觉得男孩子感觉还挺高的，长得还不错，就挺帅气的看着。我可能得打扮一下。我都不知道咋说了，对。我看两个人刚才聊得挺好的哈，我还担心两个人会不会很尴尬，结果完全没有。也没有那种陌生感，然后两个人就侃侃而谈的就聊起来了。我觉得可能你们两个之间呢还有很多的话需要去了解，是不是？毕竟相亲嘛，要聊的东西挺多的，但不能站着聊呀。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下来，行不行？那我们走吧。好吧，走吧，走。看来两人对彼此初步印象还是很不错。然而，就在他们坐下来详聊之后，两人之间就为何频频产生矛盾呢？是吧？你总不能把那个单子然后都推到我身上，或者然后你都然后全然后完都包完。其实我是很震惊的，然后我是有一点排斥的，我不是特别的赞成就是这一块。这一切还要回到两人刚到餐馆时说起了。孩子有多大了？娃娃现在7岁嘛。我不是很介意那种孩子，只是说想了解清楚而已。那个孩子是跟到你吗？还是跟到你前妻的？现在跟到我啊，现在。现在跟到你。对对对，上小一，小学1年级。那哪个在照顾他呀？你父母在照顾他吗？相当于说。现在目前他们那个婆婆爷爷在照顾。是因为啥子原因分开呢？就是。离婚的一个原因的话，也能看出，就是一个人的人品，所以还是想再深入的了解一下男嘉宾。千言万语吧，汇成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性格不合吧，在生活上面，对吧？然后，可能大家各自生活习惯还是存在一些不一样，生活上面然后还是有些不一样。你觉得的话，是你包容他多一点，还是他包容你多一点呢？我觉得比他多一些，像比如说回娘家那种哈，就是。比如说然后你们那边亲戚或者是哪们对吧，我觉得然后都按照你这个思路来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这边亲戚咋个样子对不对，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来，应该是属于合情合理嘛对吧，但是然后觉得然后我的安排不太妥当，比如说然后你吃东西然后你要用餐巾纸嘛，然后完之后你都乱甩哈，那种行为习惯刚开始然后是有点的，我有的点然后那种行为哈，他都看不惯或者那种方式哈，就甩脸啦或者那个都反正不安逸嘛，就是不分场合就可以然后皮的感觉都反正脸一摔起那种感觉。我也很坦然的然后面对今天李嘉宾提的这个问题，也没得啥子然后好抵触的，我也是这么回答他，因为然后大家彼此性格不合，确实没得那个缘分了住在一起。如果是换着我都来说，我在外面，那我可以去跟你说那个事情，但是我可以不甩脸色，说很好这个事，我说你不能去做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是不正确的，然后那个样的。对。
可以说啊，咋不能说啊？肯定可以说啊，你可以瞎说，让我觉得都能够接受啊。大家年轻人还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在我们俩相处的过程中的话，其实，在外面来说我是不会这么说的，但是我会悄悄的，比如说发个那个微信啊，或者说在耳边私语，会那种提醒一下下。我觉得人嘛，没有十全十美的，都有犯错的时候。是，更多的事情来自于沟通吧。我看到你确实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你还挺满意的，说实话。他离婚的原因的话，不是他的一个重大过失，只是生活中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嘛。我觉得这东西，都可以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沟通，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去解决的。他在这个处理问题上面还是挺包容、挺善解人意的，可以看得出来也不太那种拘小节，我感觉以后相处会比较轻松。刚开始两人聊得还挺投机的，大家熟络之后，女嘉宾也接连提出了几个自己担心的问题。你刚刚说从成都过来，那你还是要回来发展吗？还是说在那边继续发展呢？今天然后我俩有缘分在一起，好，对不对？你觉得重庆觉得比较适合，或者成都比较适合，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起安家，我觉得都可以，这个不存在啥子。我现在不行，也没得法，然后跟你回答，然后很全面，就是说必须定居在哪儿。对，我们家有个老人家，就是我婆婆，她在老家的，然后呢，但是我爸爸妈妈在外地的，然后呢，我又要照顾她的原因，所以说我可能近两年之内吧，反正可能会常年的定居在永川，我不会因为你去奔跑，所以说就是那块儿，就是想问下你建不建议的话。针对女嘉宾两年内都要留在永川的这一点，男嘉宾会介意吗？要知道，女嘉宾之前的相亲，对方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选择了放弃。说心里话，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两个人的日子你要两个人过了嘛，是不是？女嘉宾刚才提到了，她有两三年如果不来重庆的话，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毕竟感情嘛，是要培养的。人都不在一起，很难得培养出感情嘛。如果这一点我两个商量不到一致的话，可能在一起的几率的话就有点渺茫。那么今天这位男嘉宾的态度又会是怎样的呢？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中药补肺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老公要补肾，老公要补肾，老公要补肾，要补肾，要生津。补肾就要补肾精，中华老字号，男人的至宝，至宝三边酒。中华老字号中亚牌至宝三边酒，采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鹿茸、海马、葛芥、人参等20味名贵药材萃取制成，国药准字 OTC， 经严格审批，明确具有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的功能，治疗体质虚弱、神经衰弱、腰背酸痛、用脑过度、贫血头晕、经悸健忘、自汗虚汗、畏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十大病症。一瓶药灸，4种主治功能，一瓶药灸治疗10大病症，马上喝起来，身体强起来。男人喝好酒，至宝三边酒。肾亏肾虚会怎样？力不从心，感觉身体被掏空。肾亏肾虚会怎样？胳膊腿发软，打不起精神，干啥都觉得累。肾亏肾虚会怎样？健忘，刚刚还拿着手机，一会儿就忘记放在哪里，老了。中亚牌至宝三边酒，采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鹿茸、海马、葛芥、人参等20味名贵药材萃取制成，国药准字 OTC， 经严格审批，明确具有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的功能。降价了，降价了，药品降价了！中亚至宝药业90周年大庆，至宝三边酒原价159元一瓶，现在直降100元，只要59元一瓶。仅在本次特惠活动期间，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疗程，加1元可换购一瓶，加3元换购3瓶。腰背酸痛、气虚食减怎么办？伤筋、自汗虚汗、畏寒失眠怎么办？补肾。神经衰弱喝一点，腰背酸痛喝一点，贫血头昏喝一点，经悸健忘喝一点，自汗虚汗喝一点。至宝三边酒，
20味名贵药材萃取制成，国药准字 OTC， 药界久立，久住药日，真材实料，品质见证。不管你是肾亏肾虚，还是体质虚弱，或者腰背酸痛，至宝三边灸都有治疗作用。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至宝三边灸，补血生津，健脑补肾，只要59，只要59块钱，值了。我以前买至宝三边灸都要159块钱一瓶啊。补肾就要补肾精，男人就靠精气神，腰杆直，胸膛挺，做个真男人。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中药补肺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玩游戏，我来等你。关注老年人，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养无极牌中药补肺丸，每天两丸补强肺功能。没得事啊，因为我觉得，然后首先。本身孝为先啊，你能够照顾你们婆婆哈啊，你能照顾你们婆婆，我觉得这方面做得很好，说实话。本来这个事情是应该这样处理，加上你父母也不在，对吧？然后完之后你能够担起那个重子，那个担子，一般的女人还是很难吃得下这个苦的。哎，然后现在目前这个交通也能够方便，对吧？然后你说，哎，你说然后那个感情对了，或者说是让大家见个面，不存在啊，对吧？都很快的，然后。所以说我并不是说，哎，我的女人都是必须得在拴到我这个身边或者啷个哈，不是那个意思。然后肯定我也理解。然后完了，比如说现在目前你确实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沟通，我觉得可以协商，可以商量嘛。反正这种事情来，对，不说完全说的第二，或者说我完全会待在那边，其实有时间还是可以一起嘛。对对对，对对对。百善孝为先，我觉得他这点做得非常不错。第二个，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女嘉宾很有责任感哈。男嘉宾开始，也非常肯定的哈，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百善以孝为先嘛，就是老人家这一块的话，我跟男嘉宾的一个想法的话还挺契合的。虽然说从永川到你们成都有那种直达的那种车嘛，就是你觉得我们比如说好久见一会儿合适啊？所以我也有几天假都没得问题的。哦，相对说你的时间是你自己安排的，就是说如果我有时间了，我想去找你了，你就可以腾得出时间来陪我的这种情况。对对对，我到永川这边来的话也没得问题的，啊，因为还是挺方便吧，因为我觉得现在高铁成都到重庆无非有个小时。有句话咋说呢？是两情若是久长时了，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觉得像目前此时用这个成语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哈。而那个，然后我相信彼此感情对的话，其实。也并非然后就天天连在一起嘛。男嘉宾的包容让这个难题成功得以化解，然而接下来女嘉宾却问出了一个更犀利的问题。如果说我想要一个小孩，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再生一个小孩的打算？可以啊，因为娃娃其实也是家庭一个纽带嘛。经济那方面还是没得好大的压力噻，因为现在说实话，孩子的教育方面的话，还是经济压力比较大，主要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肯定都是家人哈，然后你说，然后比如说我的经济要出重一点，对不对？然后完了都在家庭里面一起分担呐、啊，这个不存在，并且你也在上班，对吧？我们大家彼此都在上班。虽然现在目前是一万二的这个收入，但是咋说呢？我也有开支，对吧？娃娃的开支，然后都是我自己家庭的开支嘛。那么比如说，然后一万二可能后面就剩个4000、5000，对吧？这两个孩子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主要是。对呀、啊，压力大，然后这不是然后一起分担嘛，对吧？你总不能把那个担子然后都推到我身上，或者然后哎，你都然后全部然后完都包完，对吧？没有。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也在上升，然后工资也在改变啊。并且然后完之后，家庭才说的，家庭然后是大家双方的，对不对？然后完之后你也在付出，我们大家彼此都在付出啊。你是希望我分担哪一个板块？希望你把生活开支，然后那个板块。意思说我其实更大头的就是说，哎，生活那个板块。如果说非要按那个比例的话，你说，然后我觉得30%吧，啊，30%。比如说我们那个月开支，然后是5000，对不对嘛？你哎，你砸不出，然后那个1500要出吧，对吧？那个月开支1万，他不是都承担3000多？哎，对呀、啊，然后完之后，他也在上班，我也上班，然后现在目前家里面开支1万块钱，这个承担30%，我觉得没得太多问题啊。大家的共同生活在一起，对不对？然后经济上面是不是？然后肯定是大家共同付出。现目前在处于上升这个年龄阶段，更多的是在于然后需要女嘉宾来支持。其实我是很震惊的。
然后我是有一点排斥的，我不是特别的赞成，就是这一块儿。我看到刚才两个人还是聊了挺长时间了，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呢，有一点我想问男嘉宾，因为你是比较明确的指出说，希望每个月的开销女方要承担30%，对不对？本身嘛，家庭是大家共同的，都是应该要共同去付出跟努力。但是我很好奇啊，如果说当女生刚好处在一个怀孕阶段或者生育阶段哺乳期，当下女生可能是没有经济收入的，那或者还有一些反正特殊情况吧，就导致女生可能没有经济收入，那这个情况下又怎么办呢？家里面肯定有积蓄的，然后完家里面开支嘛，对不对？家里面活力开支，但是你也是暂时的嘛，对吧？你说你然后完之后短时间就说然后可能没有收入，对不对？就暂时的嘛。你能够接受的暂时他没有收入的这个时间是多长呢？如果说定个时间的话，2年以内，超过2年，我现在自己都承受不了了呀。他没有家具圈，他自己都觉得生活上面，哎，就觉得咋说比较乏味吧。那2年的时间呢，相对说孩子才出生1年，他这么的小，那谁去带这个孩子呢？我们是去请保姆呢，还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事情，然后到了这一天，我觉得，然后有方法解决的。那这样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更为真心的一些话，也许需要把你们两个分开，我单独来跟你们聊。那我们就先分开采访一下，好不好？好，走。两人在家庭经济上的分配产生了一些分歧，那么此时女嘉宾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就是你现在对男生这个印象怎么样？第一眼见觉得还可以。而且我觉得他人就是看着还挺年轻的，也挺帅气的，然后相处下来我觉得他人比较那种温和，也很包容人，就是他说可能经济来说要承担30%，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哈，我不是特别能接受，我感觉就是对自己压力，可能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哈，压力可能还是特别大。就是说你有能力，你承担多一点，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对这个家可能经济这方面可能承担少一点，付出少一点，但是可能比如说照顾老人啊、小孩这方面的付出的一个时间来说，可能我会多一点。你确确实实觉得可能你支付起来，你有一些压力呢？我是觉得我确实是支付起来有一定的压力，因为我们在区县吧，然后工资第一个不是特别高，第二个之前我们家也有老人嘛，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开销。我觉得你反正提出这个你不舒服的地方，就我也能够理解。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也得去问男嘉宾，看他到底怎么说，好不好？好好，那你稍微等一下。好的，好的。特派员准备找男嘉宾问个明白，而此时他们正和餐馆的一位热心大姐聊得火热。就是机会才提的这道菜哈，我看你们两个也聊了很长时间，那阿姨可是应该是过来人，很有经验了。然后阿姨呢，是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刚刚在旁边跟我聊了很长时间了，就让她帮你参考参考怎么样？里面确实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来跟你反映一下。但确实他提到了一点，他可能会有点不太能够接受，就你提出说每个月需要女生去承担30%的家用，成家在一起经济都是共同的，我说我找了一部分，对不对？然后也跟你也有关系，都是共同的。那么至于然后比如说现在目前家庭整体收入是2万，或者是更多，比如3万，那么来活力来那么来开支，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就是量体裁衣的一个过程。那肯定不能这样子了，这样子会影响感情的。对，不行，不能花比例。作为我是一个婆子妈的那个角度哈，我会支持他的所有的开销由我儿子承担。哦，因为你不给人家一点空间的话，生活过得累。你不担心儿子压力大呀？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你要去挣钱。我只希望媳妇过好一点，男人嘛就应该辛苦一点。你好，通情达理。就应该辛苦一点去挣钱。刚刚我跟你聊过，我说只要他勤快，不管是谁，只要他勤快在工作就可以了，不要求别的。他觉得可能自己能拿出个10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达到你说的这个比例。并不是说这个事情非要这样做，每个月然后是比如说收入4000块，你每个月就得1200，不是这个意思啊。随后特派员又提出，针对女嘉宾4000元的工资，男嘉宾是否会介意呢？真心来说，对，现在是基于现在目前的情况，不代表以后他还是这个4000块钱。
他也不能假设他未来他就是这个对吗？假设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对，什么都是有可能不到，对，不挣钱的时候。我明确哈，我明确，就说你现在目前非要回答这个问题哈，都是4000块钱，我能接受，就4000块钱我也能够接受，但是他不可能4000块钱，我明确。为什么？我有信心，我可以让他改变，对吧？就是说，然后可能在这个赚钱的方式里面，都是会做一些改变。有可能他不做这份工作，会做别的，对的嘛？他可能就不止4000块钱，你把自己提升了，提升然后你想要的工作，你工作然后合适了，然后你的收入跟到去，然后都成正比了呀。就说你还是建议他的那个收入低了嘛哈，还是实话实说。也不是，我现在此刻不建议。但是未来，我相信他不可能是4000块钱。不是，我就未来不挣钱的。假设对，有可能未来不挣钱的。就算是假设不挣钱，对不对？他也不可能一直不挣钱，对不对？因为咋说呢？因为他不可能然后一直都是说处于无工作状态，他自己也受不了。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可能学习力是降低的，反倒对，有时候他可能他的思想反倒还没有转得这么快。那你是不是真的还能做到未来那么长时间？你也不介意？对呀。他其实比如说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付出。对他至少能够让你安心啊，在外面工作挣钱。因为我现在反正也聊了这么多了，那你对女生现在印象怎么样？那你是觉得就奔着想要成功去的是不是？对吗？我问他，他说80%牵手。从外表看的话，他们还是很般配的。很般配的。你们觉得年龄呢？外表配哈？很配。如果你对女生这么满意，接下来怎么行动啊？就怎么表示啊？你会做吃的吗？我会做。你会做呀？做简单的。简单的会炒菜吧？我们有炒菜也有。面条也有，阿姨说我给你提供，可以，哎，可以，我提供给你，你自己弄厨房。你那个我没用过，用过教你嘛。好吧，走吧，那就跟阿姨去喽。虽然在经济分配上还是有些分歧，但男嘉宾却依然决定继续追求女嘉宾，并拿出了自己的诚意。那个感觉到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肠菌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疼，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我们那个电磁炉呢是很高的，15000瓦。他居然没把它煮糊，也还没煮焦锅，是不？所以说很成功的煮了那两碗面，还是用心的，挺细心。还是挺细心的，看得出来。你们俩在一起啊，应该说从外表看的话，郎才女貌是吧？郎才女貌应该珍惜哈。一个家庭那个总会有一些碰碰磕磕，那才叫生活。我不只是说是平平淡淡的啊，啥都那个都没的情况下，是不？有这有那的好就是生活。如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是吧？能够互补。如果说发现问题，你不去把它修复的话，那种感情平平淡淡也不好过的。要有滋有味，跟吃那个面条一样的，说要有辣椒搭配点。热心大姐的话语能让两个人有所启发吗？他们最终又能否打消顾虑，走向彼此呢？大家看到现在天色是已经暗下来了，我们真的是相处了快大半天的时间了，那也来到了我们盲盒环节。接下来呢，我会抽出一个问题，也希望我们的男女嘉宾都能来回答，好不好？好，本轮的问题是，再婚家庭你们最看重什么？我的情况啊，今天通过节目也有所跟你讲了，也片面嘛，对吧？同时我最在意的就是那个小孩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因为女嘉宾没有过经历嘛，我不知道在这个小孩这个板块，你内心是咋想的？我觉得跟男嘉宾相处还好，我觉得他的孩子可能性格也觉得他，但是也会有这种担忧，就是孩子的一个性格能不能更好的融入一个相当于说我的这个身份，就是阿姨啊，或者说那个未来在一起肯定也是喊你妈妈的，对，可能。那他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分开这个事情呢？知道。还是知道，对吧？对他，你觉得影响大不大？还没有影响。还没有。平时他妈妈对他的陪伴多不多？没有。没有。啊。没有陪伴。对对，就没有打电话，然后可能就过春节的时候那个打个电话呀，或者带去玩两天呢。孩子会去，比如说跟你们平时聊到妈妈呀，或者说想妈妈吗？
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他也不会去想这个事嘛。你的家庭确实还是很需要有一个女人走入这个家庭的。嗯，那要不然这样吧，给孩子打个电话方便吗？然后你当面侧面了解了解孩子。哦，可以啊。嗯我看个视频啊。哎，可以。好，你们看他这里跟我说的，来，哈哈，你看， Hello, 我在外面。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Hello， 浩浩，你想不想你爸爸呀？想啊。想呀，爸爸一会儿就回来看你了，你开不开心？开心。你要不要爸爸回来给你带什么礼物呀？不想要。你就只想要爸爸回来陪你，是不是？是。那好吧，就这样，晚点再说哈。好，去吧。好、啊、感觉得出来，平时跟你感情还不错。对，跟我感情很好，可以说，然后从小都很好，并且然后很撩我的、哦，就是那个在外面去玩的话，都是在我身边。因为这一年你就去成都了嘛，那之前你在重庆的时候，是不是陪伴还是比较多的？对，反正每天晚上都挨着我睡嘛。我感觉哈，就是，作为爸爸那块来说哈，其实男嘉宾是很有责任心的，非常。哎，真的非常的有责任心，因为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说的，就是孩子更黏谁的话，那就说明谁付出多，然后陪伴时间就会更多一点。好，现在呢马上就要到最后的选择环节了。其实男嘉宾的态度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显而易见了，通过刚才去给女嘉宾下这碗面的举动，就能感觉得出男嘉宾是选择亲手成功的，没错吧？对。嗯，男嘉宾一会儿准备好你的微信添加好友的二维码，女嘉宾如果愿意选择牵手成功，则扫一扫添加为好友，两个人呢，哎，可以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好不好？那如果女嘉宾选择牵手失败，转身离开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嗯。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中药补肺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立冬进补，来年打虎。立冬了，老年人要进补。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老了肺功能变差。更需要好好补补。天一冷了，这老慢支、老咳喘，可就难过。是时候该补补肺了，养无极补肺丸帮你补强肺功能。老年人的肺、老慢支的肺、老咳喘的肺，立冬都要补一补哟。立冬开始补肺，补肺事半功倍。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中药补肺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玩游戏，我来等你。关注老年人，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养无极牌中药补肺丸，每天两丸补强肺功能。三、二、一，女嘉宾请做选择。哇哦，添加了，添加代表什么呀？牵手成功了，是不是？对对对对。首先感谢今天你这边给我这个机会啊，从认识，今天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咋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希望未来两个人能够有缘走到婚姻殿堂，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不好？嗯，那就加油喽。今天辛苦二位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的恭喜本期的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那当然了，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在我们的节目中寻找到有缘人，结束单身，赶紧拨打电话8805-8805参与进来，也可以到我们龙湖新一城二楼的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报名。那么节目最后呢，口号还是要喊出来的，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凡人有喜，我们等您。